香港力量超位出道多年以来，累积了多部经典作品，至今仍是许多人心目中无可取代演员之一。他在荧幕上的形象多变，然而私底下他个性十分害羞文静，每次出席公开场合都能感受到他的不自在。他老婆刘嘉玲曾在2018年受访时透露，老公都会一大早到电影院看电影，如果民众早上10点多去看电影，可能有机会遇到对方。此外，刘嘉玲也表示，老公可能是因为太害羞，希望看电影时不被外人打扰，所以一次性买6个位置。这段访问内容近日在被网友挖出来讨论，纷纷猜测梁朝伟买的会是哪6个位置，其中最多人认同的就是他买了前后两排各3个位置，自己则坐在后排的中间位置，这样就能跟前后左右的人各自隔开1个位置了呢。